这个视频呢，因为怎么，我这个今天这个视频比较敏感，或者就是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中国的两会期间，要召开，过了年以后就要召开两会。 另外，中美关系正在一个探索的一个微妙期，大家从特朗普这个对抗现在走向合作，合作当中有竞争，这个呢，是一个好的起点。 希望能够2021年呢，能有一个大家能有一个在这个呢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另外呢，这里呢也就是因为我们呢，也在这里呢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中国治理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中国共产党，从100周年，还有这个“十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开好，开好局起好路，啊，就是两个要召开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这几天呢都在写这个东西，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呢。 因为我是台湾生人，我就提出这个看法。这个看法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党、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定的政策不一样。而且呢，他这个2019年习近平提出这个“一国两制”方案呢，也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一个解放，要解放思想，解放理论，推动那个解放那个西非城市这个固定的思维和一国两制的固定的思维方式。所以叫要内心求真，啊，然后同心同国，法统台湾，做好同心。我们还是后来提出一个移民的一直方一直思维这个方案。 这里头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很重要一个阻力是谁呀？这个阻力就是一个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理论。二是，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只有习近平思想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啊，针对这一系列的一个思想。 我们感觉到这个东西，啊，解决这个台湾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僵化，不能够打破这个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提出一个解放思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看了那个，看了这个大秦赋，啊，对我们这个这次呢，对解放，国家统一啊，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触动，啊，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现在呢还在实行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秦始皇，这个公元前，317年这个公元前的大秦帝国统一六国，这个建立这个中央集权制，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思想呢改革开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中华民国也推翻了封建帝制。 但是我们现在或多或少，或者是说，基本上贯彻的还是一个皇帝的时代，这个大一统的制度就是一个皇帝时代，一国两制的制度就是分封制。
就是封建割据的分封制。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提出一个解放思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我今天呢，现在呢，我们用半个小时，因为这里呢，我估计今天讲不完，因为我们那个看到这个美国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美国这个两党制叫非此即彼，不是民进党、民主党就是共和党，不是资本主义就搞这个社会，但是目的都是为了美国优先，美国要这个美国优先呢，就是美国这种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思想呢，就是这个说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还有是对这个这种歧视也好，文化歧视也好，还有种族歧视也好，总而言之，美国人民呢现在呢自己有感到危机了，感到中国这个危机了，而采取一个零和的效应，而不是一个合作的效应。当然也有，因为过去呢，从这个尼克松以来呢，就搞了一些中美之间的采取的一种合作，一直到里根这个时代，都是采取的一种大，好像是美国人来讲扶持中国一个发展。结果改革开放以后，现在中国就起来了，就变成一个中国就变成威胁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转化了。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呢，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今天想讲一个具体的问题，还是从中国要最重要的是从中国的问题谈起。而中国的问题呢，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从这个要抓住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现在呢，这个领导的当中呢，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是一种制度就是秦始皇他不是10年内就统一了中国，但是中国现在2758决议已经授权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唯一合法政权，50年了，今年是2021年，1971年到现在整整50年，没有解决，就是政治法律上已经确定了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他们这个唯一合法政权。可是到现在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然来讲，你说秦始皇是用武力统一，你现在用法律统一嘛，你既然要用和平统一，和平你提出一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和平说明你经过了邓小平82年提出来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经过实践检验，在香港也好，还有一个是不是经过检验之后，他发现他实际上国家主权并没有完全统一啊，司法权没有统一，教育没有统一，国家的认同没有统一，实际上就处于一个封建的割据状态。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虽然有个大陆呢，但是我就像给台湾、给香港和澳门一块领地，让你去搞，搞一块自己的封地。对国家的认同来讲，澳门好一些，香港差一些，台湾最差。所以说这种下去的话，你100年就叫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我们这和而不同的和有两个字，一个是禾苗的禾加一个口字，一个是一个人一口，这个两个和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和都没合到一起。走向共和也没走的，台湾这个问题也没走向共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有没有反思呢？我们现在一个反思，我们几十年的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也好，共产党几十年也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某一个领导说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一定要凡是领导说的话就要照办。就像秦始皇的那个儿子为什么15年就败了就黄了呢？大秦的只有15年呢，就是因为
封建国家呢有个封建的制度的有个组织，建立的一种制度以后要不能变，组织不能变，我们这也有一个组织，毛泽东思想不能变，邓小平理论不能变，江泽民的理论呢，江泽民就是说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理论，这就是一个思想进化啊。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也是执行了邓小平理论，也是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个叫做什么，毛泽东那个时候叫集中民主集中制也好，中央集权制也好啊，集党政军权为一身，就是说这个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个领导核心，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僵化的社会主义结构上，思想顽固不化，个人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命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就会出现秦始皇啊，那个胡适那样的，胡适那样的，凡是原来定下来的就不能变，凡是毛泽东说的就是不能变，凡是邓小平说的不能变，凡是习近平说的都不能变，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在这个制度上还是走的一个封建的一个制度。我们说体制上地理上体制上是一个分封制，在这种事呢也是走的一个封建的制度，这个听不得变那个反对声音，听不得这个跟原来的制度原来的定的计划方面中的不一样，他就认为这个时间啊。另外还有一个终身制，皇帝是终身制，这个所以孙中山提出一个让四，当时说中华民国就让四万万这个人民做皇帝，这个中国这个做皇帝这个思想，这个做皇帝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个儒家文化就做君君臣臣父父子，一切都是听了皇帝所言，家里呢听家长的，然后呢而不是这个民主的这个观念呢，实在是没有，这个文化来讲实在没有真正的民主啊。台湾这个所谓的民主呢也是一种呢名义上的民主，实际上是独裁，实际上你看蔡英文也好，说李登辉也好，这都是实际上都是啊打着民主的旗号去搞的独裁，搞的是阴谋诡计，搞的是玩弄的是权术，玩的是对抗，这是一种有对抗这个抗争的形式。所以呢这种我们呢一种倾向呢往往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我在这里呢今天呢提出来什么呢，我估计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很多人会反对，因为呢大家认为在疫情当中啊国家呢在这做一个举国体制呢做得非常好，体现了党的领导，体现了人民军队，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能够成功，这个问题呢这里呢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时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啊，这个道德经里说的，道德经里说这个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我们说这句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傲自显其咎，就是说我们呢取得了成绩呢就往往容易骄傲，因为一骄傲就听不进别人的声音，就见不得别人的这个成就了我们很多人呢一富了之后呢
销声匿迹了，就有的这个产生这种啊冒乎所以了。所以很多干部啊，很多这个官员呢就走下神坛。现在呢，我们说啊，从某些情况下来，某些情况下，我就从这个广东我这个自己的一个案子，就是20年前的一个案子，一个完全造假的一个案子，贵州的一个台商那个案子，到现在今年我是二审之后啊，我们就判出来这个完全造假，事实这完全造假，但是法官才说，哎，这个刑事不，然后这法官呢还是判在这个就造假无理，说已经执行完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国这个制度啊，这改革以后建立了很多制度，现在制度呢也开始走向腐朽了，快速的腐朽，官商勾结，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瞒天过海。所以我们感觉现在呢，当然我们现在来到北京了，这种言论管制的一些，能够把这个声音说出来，能够通过法律的形式，能够把这个问题通过法院来起诉，我通过法院来编了有案例嘛，你有案例之后我能够起诉你。但是国家这个体制呢，冲锋过，就是说这个党这个一个党啊，就像我们说邓小平那个一开始改革初期提出来的啊，一个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如果权力都集中在一个高度集中在一个人，就毛泽东那个错误，个人崇拜。毛泽东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毛泽东啊，毛泽东是批判个人崇拜，但他自己搞个人崇拜，他反对别人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但他自己实际上是在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这样呢？习近平现在我们党也在搞，虽然也但不提个人迷信，但实际上也在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那么到底崇拜的对也好啊，崇拜的错也好，但一旦啊这一个事情成功了，就一切的功劳都把一切错误都掩盖了，而我们看就高灯下亮，就看不到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失误。比如说合并统一、一国两制，比如说啊毛泽东那个事情，毛泽东谋反革命大家都知道，我都不看。就比如说这邓小平这个一国两制，我是哪一年提出来那个不同的意见呢？我是1998年提出来的。因为什么叫同心同国呀？同心同国就是中华民国是1945年一起注册在联合国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的国号。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谁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代表中华另一个国家，而是代表中华民国。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为是另立的一个新中国，但是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在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在延续一个新民主主义，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呢，我不愿意承认，因为在这里呢，因为我只有否定了，才能否定。这个否定呢，不能全部否定。如果全部否定了，就把我们自己否定。结果是，我反而是这样。现在呢，虽然是有些复，就是毛泽东又复活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批判他，他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毛泽东把一个不断革新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运动啊，不断的搞运动，不断的搞革命，不断的搞这个阶级斗争，有正确的成分。他的把这个儿子的邓小平里面否定的这个搞这个儒家，林彪也是搞儒家，这个习近平也是搞儒家，因为儒家来。治国理政是得到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忘掉了阶级理论也不对。
忘掉，就是法家呢是什么以法治国，而在这里呢，那个毛泽东呢是以他个人治国，以人代替法治，啊，所以这个邓小平呢，啊，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时候呢，同时呢制定了一个基本路线，同时不能变，那么一个变，他到底有没有经过检验呢？这些错，有些问题。啊，我们就自己把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自己肯定自己，这个当然来讲呢，完全我们四十年之后这么改革路线是对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和错误呢？只看到优点，不看到缺点。缺点当中是我们的法治到现在并不见完全，并不健全。我们的执法人员当中呢，啊，执法那个法这个一个法律的素质来讲呢，也并不是。也并不尽人意，还有很多人呢对这个市场经济呢所腐蚀，这就是我们一个啊，毛泽东呢在这个在著作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形成这个在实践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前明后暗，和那个秦始皇这个独裁统治啊，都是一个前明后暗。那么现在，啊，习近平会不会走上这一个前明后暗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如果习近平能够在2021年完成了国家统一，完成了台湾这个统一，他可以连任；如果没有完成，他应该下来让给别人来换一种思路。我们这个就是从我的个人来讲啊，我记从20多年了，从江泽民开始，从江泽民1998年开始，我递交给就江泽民，而且那个国台办回复啊，另外同志，你的那个同新中国法统台湾的自己的意见已经交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一国两制还没有变。这个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制度，只有一个方针，一个组织不能变，一个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变。好像是我们的制度就是说话是算数的，但是这个制度呢，也是一个僵化的，思想僵化的，不愿意创造新的一个东西，不能立心，求真，那么就求是探索的真理的过程。这里我谈到谈同心中国，这法律上是给你规定的同心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但这个问题你们不承认，所以台湾呢就认为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的言不顺，言不顺的心不服，心不服的事不服，所以呢这一个很大的纠结，我们又不愿意解决，我们的认为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就是跟国民党的没有形成达成一致，也没有有效执行有效接收，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说明我们的政策谈判没有找到正确的人，没有区分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你没有规定的，用笼统的一句话啊，两岸一家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啊，对一种概念。对，蔡英文说得好，中两岸是敌国，你敌国你就把敌人找出来嘛。啊，他说共产党就是敌，那你共产党就应该把啊，应该认识到台独和独裁就是敌。所以你有了敌人，你就可以杀敌人；你没有敌人。听众啊，后来讲没有敌人，你就会错敌人。对，现在美国为什么把中国呢作为敌人呢？作为这个什么呢？还有什么一个威胁呢？就是他把你塑成个敌人，他就夹住你了。他要夹住美国，他现在就夹住你了。他要自己要奋斗，要提高这个人的这个劳动者的工那个综合素质，拜登就提出来了。中国也在夹着美国，因为美国在这儿呢，因为有敌人。
在台湾问题上、两岸问题上是应该有敌人、有敌情况的，这才是。但是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就没有这个，所以呢，这个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谁能改变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思想呢？谁能解放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对这个国家这个认同呢？没有办法，就是靠共产党来解决自己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非常难。所以靠别人来讲呢，用这个民主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呢，又没有提出这个解决问题，又没有人这个直接能够提出，又不敢提出来啊，针锋相对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是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那个大家一起集体富裕起来就是一个概念。你个人的这个概念，这个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但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有问题就是说呢，我这个在这个问题当中，一个是听不到不同意见，听不到不同声音，没有敌情观念。虽然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五爱的问题，我还有五分钟啊，我就讲这个五分钟。我们这个保证国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是要产生要自己要自我监督的机制，没有强大的，现在有谁能监督共产党呢？民主党的监督力量可以说是这个说是肝胆相照，但是来讲不是那么提不出来，声音发不出来，实际上搞得一言堂，这个一言堂将来就会出现腐败，一言堂就会出现腐朽，使这个思想就僵化、顽固不化，这会搞个人迷信，就会搞个人崇拜，就会实际上就会一种制度定了以后，它就不能变，它就没有创新的驱动力，它这个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就会出现像秦始皇啊各个封建朝代的那种亡国的那种情况。所以这个制度啊，还没有这个新中国到现在那种制度啊，这种这个还是延续的一个中国那个大秦以来的那个封建的皇帝制度。这个皇帝制度打着社会主义的特色叫皇帝制度，这实际上是一个早晚会暴露出问题的一个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僵化的制度，一个将来还重复的犯。毛泽东犯了之后，邓小平这里打倒了个人迷信，又树立了另外一个个人迷信。江泽民提出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还是走回了。形而上学，非此即彼，没有其他的思想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不就是形而上学吗？然后习近平也是这样的我只有这个一国两制，我只有这个按照我这个思想来办事，才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才能够强起来毛泽东解决的站起来，那个邓小平解决富起来，习近平解决强起来。这个都把所有人民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这个呢就会走向皇帝制，就会走向你现在一国两制的分封制嘛，就会走向封建的制度。我们拿这种制度来和现在西方制度是宪政制，宪政制度也不完美，它这个民主啊兄弟当中也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制度上的一些错误，但是它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流程管理和法治管理要比人治管理要科学，因为后面它总是经过社会实践在检验，这个不断的检验这个前面人的一个正确之后，检验错了他就提出一个流程来改进它，这种提出流程能改进呢，能够改成宪政，那个人否定它，这就是进步。
为什么说共产党这个会走这个就后面的人从来不敢正面的否定前面的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出现了第二的改革，啊，部分的毛泽东思想，否定该否定你就否定了。邓小平不敢否定邓小平，错了也不敢否定。胡锦涛也是这样的，不能够检验用科技的方法，而是不断的用实践，那个后面的实践证实他是对的，怎么样对的，这个是验证他是对的，这是一方面。验证的实践检验的他还另外不正确的地方，你要把它纠正过来，哪些地方不正确就应该发展它，要创造新的东西，这叫新的思维，这叫创新。习近平也是这样，大提升的，但是实际上我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结构是封这个一国两制的结构是封建的结构，没有看到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结构是单一制的结构，有些这个制约的力量、监督的力量不够，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腐败腐朽。这个东西如果现在不提出来，那还在搞。权力的高度集中，顺治者昌，逆治者亡，这样的例子将来会，世界各国都证明了，这种集权制，包括现在朝鲜也好，各个很多国家也好，都在搞这个集权，还在搞这个集权制、皇帝制，这都会，它的腐败、它的制度的问题，都是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今年呢，就是我们提出来，明年要有一个转变。问题我们发现了，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所以呢，我们提出了一个移植一些思想，我们上个提出，今年呢，我们就把问题提出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服。我现在是个老黄牛了，改革开放。其实我们改革开放呢，就是我们在深圳来讲的，就是在人类当时是主旨的，就是提出来，时间就是今年效益的生命，就是我们厂提出来的。市场经济不兴社也不兴资，而是法治经济，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我参与了这个改革这个活动，也参与了这个，人民是创造历史，而我们从社会来讲，就把功劳全部归功于。归功于谁呢？归功于袁庚，把这个共产国也是不，清代王室小组会上提出来，当然是对，应该有一个人物来做一个代表，就像秦始皇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但是我们认为，习近平如果遵守这个八二宪法的制度，八二年决定了国家主席不能够实行终身制。2018年又提出来可以又可以连任，这就废除这个终身制。好的东西本来可以坚持的，我们自己把它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谁把它这个废除终身制这个两届这个制度最大呢？是习近平制。习近平作为党主席作为2018年人大会议3月1号通过了这么一个这个改变，就是他考虑到这个问题，儒家的方法，用儒家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和平统一现在越走越远，只要用回到法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所以我提出法统台湾。这个问题习近平能不能接受？习近平很难接受。因为它已经形成了2019的那个西非城市那个概念，和那种一国两制概念，它的形成的概念，除非它换届它下了台以后，另外一个接班的人也可能位于原来的这个习近平的威望，而不敢改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改不了。美国那个制度呢，就是前任否定后这新一任否定前一任，他就是有个否定，他重新调整，他现在今年每4年一次检验，这种制度呢，比
啊，一贯制啊，就是党的一贯制啊，单一制啊，连续制啊，啊，比这个好一些，但是也有缺点。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一个啊观察的一个立场，就是中国的一些制度上的弱点，就皇帝制，啊，儒家这个文化这个制度，啊，就腐朽性。那个美国的制度，对此提笔，也是一国两制的这种那个没有长远的利益，而中国呢就是考虑长远利益，美国呢就分钟制，这个都是这个，每个时代就搞这个城邦制，所以这两个制度呢都有优缺有点缺点，所以我们要大家呢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大家作为一个。观察者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今天呢就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问题呢给提出来，给大家把这个呢我们行，而我感觉呢这个如果习近平下来能像那个奥巴马呀，像那个克林顿呢，像这旁边卸下来当个老百姓的再来看一看，再来观察一下啊，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怎么来改这个问题，怎么来帮助他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上在创新，那他比现在连任继续犯错误要好得多。这叫做啊，功成身退，天之道。如果你现在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你现在应该让别人来做一些改进和革新。你功能这个功成名就，你应该急流勇退，这就是我劝习近平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你能够完成啊，你能够完成这个啊，你能够实行法治，你能够实行法统台湾啊，同时能够法统台湾，好，你完成了，我跟你说，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国家统一，你完成了，你就再建立一个新的挑战，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建立什么新的？台湾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制度。我们说的新的三民主义、民和主义、民心主义、民力主义，这个样子，你可以再继续连任。这个时候，你习近平的功劳就可以跟孙子王相比。否则的话，就是什么？你甚至还不如习近平，因为你现在来讲，虽然是这样的。啊，秦始皇在当了用十年时间就完成国家统一，你现在用了副主席的时候用了十年，你这个正的国家主席说又用了啊，2011年到2021年，你又用了十年，还是没有完成国家统一，那你这个国家主席的责任，职权法来说，你就是不作为或者是失能、失效。失败，在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对，我们就说你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客观的评价，因为历史是后人写的。你完成了台湾统一，这是一个段落，有个明显的标志。渤海驻军，啊，或者你大量移民，改革制度，国家统一，主权真正统一，香港问题统一没有？香港问题主权没有统一啊，合而不统啊，到现在为止的司法权还在英国那些法官的手里，所以没有完成统一。我今天就讲这个，啊，真正完成统一的人，那我们主风流人物还要看今朝，还要看明朝。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